我第一次来这里，我们的胡总干事就介绍了我跟我母亲的一个特殊的关系。在她怀我孕那一年，她肚子特别大，那一年她担心是双胞胎，医院就说假如双胞胎我不跟你结生了，早期的医药很差的，她不会处理特殊的问题，所以我的母亲天天担忧。有一天我们当时住在南京，有人去过南京没有？是南京蓝家庄蓝园16号，我就在那里出生的。我们那个家还不错，是一个砖头房子，日本打到南京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房子都给他打掉，我们那栋房子留在那里，留给军官住，军官住在我们那里，还不但没有打掉，还修饰得更好。我们抗战胜利之后回去还回到住到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亲切地感受到了那个蓝家庄蓝园16号我母亲遇到地藏菩萨那一幕。有一天他那个前后，我们前后院都有门的，前后院的门都是关的，突然一个老和尚到他院子里面来了，给他阿弥陀佛。他当时还不信佛，他也不念佛，也不知道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，反正总之也就跟他鞠个躬，这个表示一点善意。那个人说我来化缘，他说我没有钱，他说我不要钱，你能不能，他还没有，当时还没有谈到这个化缘的问题，他说他先告诉我的母亲，他认识我的母亲，而且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而且知道她的丈夫叫什么名字，知道她的，我是老五，她已经生了4个小孩了，4个小孩的名字她都讲了出来。当时我们家有个佣人，他你天天在这里晃来晃去，当然知道我们家的小孩的，大人小孩名字，你当然都知道，算什么东西？他说你还是走吧，他说我们先生回来会把你赶走的。那时候我父亲也不信佛，可是后来那个老和尚很有耐心。他就开始讲，跟我们母亲说：“你的担心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担心。这个不是一个双胞胎，是一个比较个子比较大的小孩，比较胖，这个是个男孩，他生下来也不会哭，也不叫，他是平平安安的，也绝对没有事。而且讲了几月几号会出生。那个时候是民国24年。”我是9月出生，他是7月来，他是还有2个月你就要生了。果然生下来，果然我一声不吭，也不哭，不但当时不哭，4岁之后还不会讲话。那个老和尚讲了，他这个小孩生下来很安静，是没有意想到的安静。一般小孩一定会哭，这个小孩绝不哭。我后来知道为什么，我在肚子里看见的这个老和尚是个菩萨，吓死了。那个时候他才跟我母亲说，他说我是九华山来的，他手上拿了一个经册，汤经的一个本子，上面九华山横写，地藏王菩萨直写，他看见九华山地藏王菩萨，他说我是九华山来的。他说你愿意给我们写香油100斤。那个时候我母亲不信佛，我父亲也不信佛，我母亲还被人家骗过，他说一听到人家要写经吓得个不得了，他说老和尚这样好吧，100斤太多了，你接不接受20斤。那个老和尚可以的，就把它写下来了，用一张纸条写下来，周扬慧卿奉献香油20斤，然后他能不能点把火，他把它烧掉了，那张纸烧掉了。他说好，地藏王菩萨在九华山知道了，你随时有空去把你的名字写上，去送这个20斤油，假如你亲自来我亲自来接你，假如你是请人来我会有弟子代表来接你。不久抗战发生了，他再也没有时间，他从来就没有时间去过九华山，所以非常的遗憾。他后来慢慢学佛，回想当时的种种的言谈举止，发现这就是地藏王菩萨。他进来的时候是穿着这个袈裟，头上戴着这个一个那个僧帽，佛珠
从领子一直跨拖到地上，两个袖子都是付珠，都是垂地的付珠，非常庄严，非常特殊。那个他同意捐献之后，他就离开了。那个我们家的佣人送他到门口去，门打开让他走。不久那个佣人跑回来，他说：“太太呀，太太呀，不得了了，那个人一出门就不见了。”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当时他说好在我爸他我丈夫不在家，我丈夫知道我捐了20斤油要骂我了。总之他就忘掉了这件事，就忘掉了。过了很久之后，他开始学佛，开始皈依三宝，懂得什么叫做阿弥陀佛，什么叫做皈依三宝。他慢慢回想起那个记忆来，他知道他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，那个就是菩萨，就是地藏菩萨化身来的，跟他结缘，他导引他去学佛的。那么我母亲，我谈这个是什么的，我母亲是一个天生很快乐的人，她走到哪里都笑嘻嘻的，喜欢跟人家说笑话，走到哪里大家都高高兴兴。她认为天下没有难事，她什么事都会做，都能够处理，不能处理的事情呢，她念阿弥陀佛，请菩萨来帮他忙。所以他一生其实很苦，可是他一生没有任何障碍，也没有任何的抱怨，这完全符合易经所说的无咎那个观念，不要做错事，没有后悔，就是最大的快乐。所以我母亲天天欢天喜地，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例子。他是学净土宗的，他对净土宗这个终身奉献在这个观念里面，他这个对人对动物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友善。大家还听过他这个大杯水的故事，他还救活过很多人，不但救活人，还救活一些狗。那个狗要天天在那里发疯一样，要想咬人。正好他家主人是一个中医师的，开了一个诊所，这个狗一旦咬人，谁还敢到他家来看病啊？所以他很久不久之后发现他的生意要中断了，他就表示这个狗非杀掉不可，因为他生计受到问题了。我母亲知道之后劝他，他说你暂时不要杀他，让我来想办法。他有一天就偷偷的到那个狗的住的窝里面去，摸住狗的头，拍拍他，拍拍他身体，他说狗啊，你不要太乱搞，你的主人养你不容易的，你还跟他作乱吗？你还捣乱他的生机吗？他没有办法过活，你就活不下去了，你要好好的听我的话，这个改变你这个习惯，不要去乱咬人，你喝一下我给你带来的大杯水。那个狗喝了，喝了之后果然安安静静，一吵不吵。那家中医师的病人又开始回来了，那个中医师就是很奇怪，问我妈你做了什么呀，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做，我只请他喝了一点大杯水。这个事情过后还不算，不久之后这个狗啊，我们 住在 中医师的楼下，我们住在楼上，那个狗上楼来，我妈妈每天早晚都念经的，他早晚都来坐在那个门口听我妈妈念经，这他觉得非常奇妙，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也是他快乐的一部分，他非常高兴，他为这种人与人中间的交往，人与动物之间的交往感觉非常自然，非常自如，每天没有任何理由会造成他烦恼的，凡是烦恼走不通的地方，他一定会想办法解决，解决不到的地方他就去念佛求佛保佑。所以这样的一种快乐的生活，我觉得是值得推荐，值得大家重视的。每个人快乐起来都有这个力量，每个人快乐起来都会改变自己，甚至改变社会。就像达赖喇嘛所说的一样，只要你开心你快乐，世界太平，世界大同马上就出现了。快乐的力量就是如此的强大。